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恭喜李世峰两局直落战胜渡边韩贵。首局开局双方都战至九平时，李世峰先拿两分，以11-9进入半场。半场后李世峰更是打出了一波10-2，也是11-1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李世峰同样在九平后连拿两分，以11-9进入半场。半场后虽然渡边韩贵努力追分，但李世峰保持优势，也是11-17拿下比赛。